停止上升了？难道浩辰的先天内灵力只有这么多？发生什么，要勇敢去面对。人类境地东南方向，能量异动，是否前去调查？
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。你害怕吗？浩辰他竟然还在冲击先天满灵力。很好，少年，你赢取了我的信任。最后我将告诉你的是，先天满灵力，不好，他年纪太小，承受不了这股光明之力。星云老师，我在傲天山住这么久，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个温泉。史书上记载，神圣觉醒超过90点，被称作光明之子。而这孩子竟然有97点，要不是及时封印住他觉醒的力量，后果真难以想象。星云老师，我的先天内灵力到底是多少啊？我说了，无论高低我都会教你，等时机成熟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哦，不是。其实圣殿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光明之子。光明之神，这就是你让我等待10年的意义。浩辰，你知道这种生物吗？这是蝉。对，但是你知道，就这么小小的一个生物，为了从地里破土而出，它要先在黑暗中蛰伏10几年。人类也如同这只蝉一般，几千年来都被魔族的黑暗笼罩着。但现在这个黑暗的年代该结束了。这是魔神黄风秀，我的一生之敌。只要他不在了，魔族就不成气候。他就是妈妈说的魔神黄。接下来我会为你制定一个专门的训练目标，认真听。你的目标将是成为史上最强骑士，跟我一起打败魔神黄风秀。打败魔神黄风秀？下一轮的试炼即将开始。我抓到你了，我还没躲好，我不管，我又抓到你了。我知道你一定很渴望外面的世界吧。
想像其他孩子一样有朋友。但只有你成为轮回圣女，成为圣魔大陆史上最强刺客，杀死魔神皇封秀，人类才会有希望。彩儿，教官，浩辰今天怎么没来啊？他以后都跟另一位教官训练，你不用管他。啊？为了打败魔神皇封秀，我会给你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。实战训练。一种低级魔兽，特点是速度快，攻击方式是利齿撕咬。老师，可我什么都看不见啊！虽然你看不见，但你还有听觉、嗅觉、触觉，甚至味觉。中午读书学习，你在温泉里疗伤的同时，必须牢记所有魔兽的知识。你要仔细观察他们的攻击方式，找出他们的弱点。下午体能训练，力量、耐力、速度，缺一不可。一个强健的身体才能经得起钢铁般的锻造，只有不断的训练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。如果你敢逃亡，我就将你从骑士圣殿永远除名。